中国香港水晶集团、全球一流拉链制造商力、中国服装辅料领军企业的伟星股份等外国企业纷纷对越南各地投资建厂。中国香港水晶集团对南定省益星黎明纺织工业园投资，全球一流拉链制造商力在越南河南省同文工业园区出资建设第二家工厂。越南纺织品服装协会指出，2023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纺织服装行业引进外资快速增长。在2022至2023年投资的部分项目已经竣工并投产，有助于提高该行业供应能力，并为推动新项目建设助推剂。越南纺织品服装协会代表评价称，许多国际纺织服装生产商正在扩大在越南的业务范围，旨在利用投资环境、劳动力资源、经济体开放度等方面的优势。2024年第一季度，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近80亿美元，增长7.9%，纺织纤维出口额达10.5亿美元，同比增长12.1%。FDI 企业对出口总额贡献率为60%以上。